有没有说过？有还是没有？我是没有，我是没有听到。说过喜欢阿紫，说过是阿紫的粉丝没有？说过没有，家人们？你看没有啊？你们不要乱说嘛！没有，你看大家都说没有，你看有的时候说过，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家人们不太可能。阿紫是他干女儿，一会儿是亲女儿，一会儿又是干女儿，你们这过分了啊，家人们！咱们不开玩笑了，行不行？就是亲嘛！啊，天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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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乱了，乱了，全乱了！我觉得有点，就你们乱带节奏，乱带节奏啊，家人们！看我大晚上的把你们聊得这么开心。大晚上的把家人们聊得这么开心，今晚这么兴奋，哎，家人们，我都不敢相信我现在还在直播吗？我没有直播了吧，家人们，把我都聊懵了。咱们今天直播间突然进来4、5千人，5000多个人，咱们平时我直播只有2000人，今天进来5000多个人，一会儿又亲妈，一会儿又是干妈，一会儿丈母娘的，你们把我聊懵了。本来今天人多我就紧张。今天人这么多，我就紧张。你们在那里瞎带节奏，我没有这么多人直播过呀，家人们，我没有这么多人给家人们直播过。你们不要带节奏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，不要乱带节奏嘛。我没有一个人这么多人播过。咱们不要那么，不要带节奏嘛，把我绕进去了，嗯。阿紫四个宝，来，咱们抢红包，咱们不聊这个了，咱们抢红包行不行？咱们抢福袋行不行？咱们抢福袋行不行？家人们，能不能抢福袋？能不能点关注？家人们能不能点关注？明天去问阿紫，明天阿紫整个他都会懵了。阿紫明天你信不信？阿紫一会儿他的那个消息都会炸。他说阿紫，你的亲妈来了。这里啊，家人们参与抢福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卖货上八一，上什么八加一？咱没格局吗？不上，今天晚上就是不上。嗯，家人们，你们想让我跟你们上，我都不上。点这里啊，家人们，点这里参与抢福袋啊！这里点一下，这里有个福袋，这里有个红色的福袋，家人们。哎呀，福袋点不开，可以点开，家人们。还有1分钟开奖了，家人们，还有1分钟开奖。今晚你们开不开心，家人们？不要说我开心，今晚你们开不开心？家人们开心的扣个一。你看今天晚上大家是不是聊得很开心？开心的扣个一，来，开心的扣个一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开心的扣个一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既然你们开心了，能不能把灯牌点亮一下？家人们，能不能点个免费的关注？能不能把灯牌点亮一下？既然大家都开心，咱们就是朋友了，咱们朋友了，能不能把灯牌点亮？能不能把粉丝灯牌点亮？能不能点个免费的关注？能不能参与抢红包？对了嘛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你看，很给力，家人们很给力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。那我还能不能再提一个要求，家人们能不能再提一个要求？咱们今天能不能点到100万点赞？我想看一下双倍点赞，我想看100万点赞，能不能
给我一个面子，圆我一个梦想，我想看一下100万点赞，想不想？能不能帮忙，家人们？我想看一下100万点赞，能不能帮我点到100万？咱们试一下子，能不能？既然咱们今天晚上大家都这么开心，聊得这么愉快，能不能送我一个免费的点赞，给我点到100万？能不能，家人们？咱们直播间4000多人，来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来17万了。咱们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咱们一人戳几下，一人戳几下，咱们把双倍点赞18万了。好，双倍点赞来了，来，咱们一起发力。今天晚上大家很开心，19万了，20万了，好快！你看，今天晚上太开心了，家人们真给力，21万了。来，家人们一起，25万了，我的天哪，好好厉害，家人们太厉害了。咱们3900个人，4000个人完成了10000个人的排面，哇，31万了！咱们今天能不能实现一个愿望，能让我的点赞到100万？36万了，哇，家人们给力！38万了，咱们一起点，39万了，一起点，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咱们一起点。一起点就会有双倍点赞，40万了，41万了，一起点咱们就会有双倍点赞，42万了，家人们，43万了，44万了，家人们，我的天，感谢家人们，马上50万了，马上就50万，马上我们就完成一半了，感谢免贵姓陈，感谢陈哥，感谢咱们给陈哥点点关注。多少了？多少了？我看不见，49万了，家人们，来再加把油，再加把油，完成一半了，来双倍点赞又出来了，来家人们，双倍点赞又出来了，57万，来咱们双倍点赞的期间，咱们快一点，点一下算两下，双倍，就是我们要加倍，56万了，我的天，57万了，哇，今天圆我一个梦想，好不好？圆我一个梦想。100万点赞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感谢陈哥，感谢陈哥，感谢，不用送礼物啊，不用送礼物，感谢陈哥。咱们给陈哥点点关注，69万了。双倍点赞的时候，我们再加把劲，很快就完成了啊，家人们！双倍点赞的时候，咱们再加把劲儿，72万了，马上要完成了，家人们。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70多万了，咱们今天点到70万，我第一次70多万，74万了，家人们，来，家人们，一人再点几下，一人再点几下就完成了，一人再点几下，一人再戳屏幕，77万了，为主播点赞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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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今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，手痛了，80万了，80万了，最后20万，来。最后20万，最后20万，最后20万，最后17万，感谢家人们，我觉得我有这么多家人，真的太幸福了，太快乐了，来，双倍点赞又出来了，双倍点赞又出来了，我的天哪，90万了，我。家人们，我必须给家人们安排一个特别大的，96万了，来，我给家人们发福袋了，发福袋，来给家人们安排一个800的福袋，来给家人们安排一个800的福袋，够了，家人们，够了。停，够了，来给家人们安排了一个800的福袋，来给家人们安排了一个800的福袋，这里，感谢家人们，点了500个赞，感谢家人们，100万了，107万了，够了，这里抢福袋，家人们这里抢福袋，我给家人们准备的福袋，我给家人们准备的福袋在这里啊。给你，对，手都抽筋了，哎呀，
啥也不说了，福袋安排上了，家人们，啥也不说了，福袋给家人们安排上了，啥也不说，咱们上福袋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点到200万，不点了，不点了，不点了，家人们，不点了，不点了，不点了，打得开，家人们，打得开，家人们，给家人们发了一个800的福袋，家人们，这里给家人们发了一个800的福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不要说破费，我希望家人们开心，我希望家人们开心，家人们快乐，家人们能够认可和支持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老板唱歌，唱首什么歌？唱首什么歌，家人们？我唱首什么歌？唱首什么歌，家人们？想听我唱歌吗？想不想听我唱歌？迟来的爱我不会，那首歌我不会，朋友，你们还想听朋友吗？还想听我唱朋友吗？成都，成都我不是很会哦，我很少唱歌，我很少去 KTV， 我很少去 KTV。唱什么呢？唱什么？唱什么？唱首你拿手的，我没有一首拿手的歌。来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另外一个手机看一下有什么歌。Hello, Google。那是什么？唱一首什么歌，家人们？怎么回事？50年以后，我今天被家人们搞得。就是被家人们弄的，就是有点上头。今天直播间这么多人，咱也不能。新的儿女，大胆。你们听过《加油》吗？那给你们唱一首林俊杰的。哎，算了，这个歌唱的勇气110万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迟来的爱，你们最喜欢听阿紫唱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唱一首50年以后啊，50年以后，感谢送来的墨镜，感谢。唱一首十年吧，家人们，唱一首陈奕迅的十年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唱一首十年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陈奕迅的十年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啊。搜一下，来，给放。这是我第二次给家人们唱歌，第二次给家人们唱歌啊，家人们，第二次给家人们唱歌。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？
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金钱三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小心啊，小心，谢谢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你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谢谢你们。好久没唱过这首歌了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你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好听吗？啊，可不可以，家人们？虽然唱的不好听，你们扣一个好听。就算唱的不好听，能不能扣一波好听？能不能扣一波好听，家人们？能不能点个关注？能不能点亮灯牌？能不能点个关注？能不能点亮灯牌，家人们？喜欢我的家人们，咱们能不能点个免费的关注？在这里，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一个免费的灯牌。感谢家人们，献丑了。献丑了，感谢家人们送来灯牌，这么多家人们又收获了这么多家人们的认可，都快流泪了，深情。我好久没唱过这首歌了，就突然间就想到了这么首歌，然后就给家人们唱了，有经历的沧桑。早就关注了。那有没有送灯牌，家人们？有没有送灯牌？咱们是铁粉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咱也不要礼物了，能不能送一个灯牌？再来一个，不来了。那老唱，我都不知道唱啥了，家人们，送了吗？感谢家人们，225个人参与，93个人中奖。感谢家人们，都想睡觉了。这样吧，家人们，咱们再过5分钟我就下播了，就是也不能打扰家人们休息，就是大晚上的，咱别把大家整兴奋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点关注的，咱们点关注，咱们再聊个5分钟，好不好？咱们再聊个5分钟的天儿。就不打扰家人们休息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50年以后，
其实我可以放给家人们听，我放给家人们听吧。我这首歌我不是很会唱啊，我不是很会唱，我放嘛。咱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，咱们把这首歌。咱们把这首歌听完嘛，咱们一起听这首歌好不好？此生最好的运气，就是遇见了你。我也爱着你，在这个尴尬年纪，我不再是一个人。多幸运能和你在一起，此生最大的欢喜就是等到了你，是你带我走出。我唱不来，家人们。我们交换信物，深情相望那刻起，我的余生就是你。我希望五十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和你坐在摇椅里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，因为风轻轻地吹。唱不来，家人们，唱不来，真唱不来。我只能唱一段。我希望五十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那时都已白了头，还想听你叫我丫头，轻轻牵着你的手，紧紧靠在你胸口。我唱不来。好听吗，家人们？我以后念一下这个。最大的欢喜就是等到了你，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，我们交换信物，深情相望那刻起，我的一生就是你。我希望无时夕阳的温柔，听微风轻轻的吹，听河水慢慢的流。当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希望五十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那时都已白了头，还想听。叫我丫头，轻轻牵着你的手，紧紧靠在你胸口。
唱不来啊，真的唱不来。我只会唱这个，唱这个很容易唱的这一段，我只会唱一段，家人们，只会唱一段。咱们没点关注，家人们点点关注啊！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没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点了关注的咱们送一个认可的粉丝灯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点了关注的送一个认可的粉丝灯牌。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此结束，晚安，家人们，晚安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！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喽。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没点关注的这里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下一次再给家人们直播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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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家人们。